曼联钻石阵，球迷个个嗌 good。前晚红魔作客纽卡素就大胜3-0，原来系靠辉 Sir 排咗一个新钻石零形阵啊！利用阿朗嚟做自由人，香川同埋聪明仔咧就助攻助手，咁卡域克就可以专心防护工作啦。中场嘅活力就比起有史高斯同埋杰斯好之下咧，球队可以轻松咁样控制战局赢波。嗱，不过都系要靠庞正邦帮手嘅。52分钟睇唔到帕比斯斯斯头槌疑似入咗网之后，迪基亚扑翻出嚟啊！辉 Sir 赛后都话咧系入咗噶。红魔你赢咗，讲乜都得噶啦吓。另外阿允佩斯比赛途中向阿卡比耶开争，不过足总就话唔追究，又系嘅。大家睇下黄色衫嗰个系边个？